到了，就是我的。你赶紧放下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，奥特曼就生气了。我会害怕你搞的吗？真是幼稚。奥特曼愤怒的样子，就选布鲁可积木人第八弹吧。出来了，赛罗奥特曼。赛罗来了，太好了。黑衣人，你看这是谁？赛罗奥特曼发怒了。赛罗也太可怕了吧。哼，知道怕了就赶紧把我们的布鲁可积木放下。就是赛罗，我好怕怕哟！幼稚，少在这吓唬人。豆豆怎么办？他不怕赛罗。别担心，他不怕赛罗生气，但是肯定会怕他。出来吧，欧布奥特曼！黑衣人，你拿走我们的积木，欧布奥特曼会生气的哦。欧布奥特曼。会怕一个小小的欧布吗？我要把所有的积木都拿走，你们谁也别敢阻拦我。Yeah.